开椰宝剩下的椰肉，我还特地买了一个取椰肉神器，我倒要看看这玩意儿好不好用。这个就是直接这样怼进去，然后就能取出来了吗？哎呦，努力半天取下来这么一小块。香是真的好香啊，这个椰肉。我换一块大的试试看吧，看一下能不能完整的取下来。哎呀，好难啊，刚开始我就觉得好难啊。Oh my god！ 我怎么看他视频里面取的椰肉可轻松了，我这怎么这么……哎呦，我天哪，是这么弄吗？桌子都摇晃了。哎呀，好累呀！哎呀，这还是个力气活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取下来这么一小块，再换一块试试看。真的很努力。我感觉这一块能完整的取下来。我刚说完，它就掉了。这一块取得怎么样？但是这个底部还连着这玩意儿，这让我咋吃呀？太费劲儿了，吃的椰肉。究竟该怎样取椰肉呢？